尊敬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小蜜蜂程程。我们今天在家焊这个阳光房的那个框架，没有我啥事儿，我今天负责监工。这是水平尺，行，这可比晚上的那什么好看，比晚上的烟花还亮啊，死死的。再看，再看手机的。手机里没有那么亮，没有那么耀眼。嗯。看我爸，这是新学的，自学成才的跑电焊。你看我爸身兼数职啊。嗯。专业养蜂人，专业木匠，业余瓦匠，业余焊工，万能手啊！对，真正的万能手在这儿呢。不能在屏幕那边，他想打你，他够不着。摔手机他也不舍得。叫什么玩意儿呢？成万能手啊！成万能。我爸以后改名叫成万能。嗯。欺负我爸呢，搁这儿，就是拿嘴出溜人家，行的让人家出大力，对，然后说两句好话表扬一下，再让人继续干活。刚刚地。五点多了啊，好，焊条，哎，今天的事没上来、啊、一会儿就上来了，京东说嗯，一会儿就上来了。看看我们阳光房这个小框架，都是我爸还有房檐下面那一套，我爸学着跑这个电焊给焊在上面，虽然有点慢吧，但是挺好的，挺结实的。五件。嗯。查查。是。是。没两个笑。嗯。看我妈在做好吃的。做麻辣豆腐。麻辣豆腐。好油。那你要这个烧烤料干啥？好油片。啊。我爸和我三叔在外边焊那个啥，焊那个铁框架。我妈在这儿准备好吃的麻辣豆腐。做个麻辣豆腐。这个就是木耳，你单个木耳吃吗？再拉根也行。再拉根，我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麻芝麻酱。对对对，拌一。对，我妈发明了一个芝麻酱，往辣根里一兑，然后蘸这个木耳吃也好吃。香。豆腐切成块儿，一过油。妈，你为什么这个豆腐不在里头一直炸，还要拿出来重炸一遍呢？一直炸不就炸都炸老了吗？都炸成蜂窝眼了吗？你这样式的光炸外皮儿，它就外边酥，里边润头。你这一直放锅里那么炸，嗯，它口感不好，里边都成蜂窝眼了。我还以为已经成型的豆腐就不怕就是那种了，就不会变了。不。又一遍。你炒外边这个焦黄的。啊，这样的就是捞出来再炸，捞出来再炸，它只炸外头，里边不变。对对对。啊。这个炸了一遍，完了捞出来再炸一遍就可以了。嗯。变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豆腐
变成这种的就算是可以了，外边一层壳，对，然后里边是特别嫩的那个大豆腐，对对对，然后下一步了，炒辣椒，放上辣椒，辣椒淋大火炒，辣椒油不能过热，放淋大火炒。那麻椒呢？不搁麻椒，不麻辣豆腐吗？你爸不爱吃麻味儿啊。我爸不爱吃麻，咱家有麻椒。调好的汁儿，这汁儿里都有啥？老抽、酱油、咸盐、十三香、黑醋。讲究明油亮片，知道啥意思吗？啥意思？撒上一点明油，瞅着就好看，锃亮的啊。哎呀，漂亮吧，色香味俱全呢。出锅了，色香味俱全的辣豆腐，麻辣豆腐的做法，但是我们家我爸不太爱吃麻，所以就没放麻。肉片出锅，卖相太好了。我们的丰盛晚餐开始了，辣豆腐、萝卜晒干腌的咸菜拌的。红烧明太鱼，这个是韭菜炒鸡蛋，自家黑木耳炒肉片，可以喝一杯了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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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个豆泡跟那干杯！